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。必须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统一，围绕改善民生谋发展，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、落脚点和持久动力，着眼维护公平正义，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，加上气候变化等面向生产的工作，促进服务业现代。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，维护国家统一，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充分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，更有尊严，让社会更加公正，更加和谐。今天我们温总理的这个报告非常激动人心。中国政府来讲的话，在这次2009年的这个全年金融危机过程当中，应该说的话呢，从政府，应该讲呢政策宏观政策的层面上，领导的比较好，决策的比较正确。